好，我们这个我们会议开始哈，请主席鸣钟，有没有钟？没有了，没有钟。好，那我们就敲一下就好了哈。好 ，OK， 好，好，宣布开会。大国歌，大家请起立，面向国旗。
我也希望说大家能来互相帮忙，有什么事情哦，大家能来认识一下，互相帮忙，那是我们哦，住在这个乌拉圭的国家当中，有以我们台湾哈、那个侨胞哈、为荣幸哈、能大家能把乌拉圭的台湾的侨胞我们更团结、更凝聚在一起。那要感谢我们的行政区副会长以及我们的所有的我们乌拉圭的侨民哈，感谢，谢谢。来宾致辞哈，我们这一次没有来宾哈，然后喜庆时间其实一般喜庆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月啊有谁有生日啊，或者是谁有结婚纪念日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手头上都还没有大家的资料，所以啊我们这个就先过，再来我们那个会务时间哦，因为我们这次那个。蔡理事长没有到，所以我帮他报告哈。上次理事会的决议如下哈，依据乌拉圭台湾商会章程第十一条，会长连任两年，连选连任一次，于下次会员大会重选会长。二，因应侨胞的提议。建议下次开始节庆的聚会，一次在素食餐厅，另一次在当地的西餐厅举办。三，那个 Cecilia 申请都会案，依据乌拉圭台湾商会章程第五条入会资格：一、持有中华民国护照并认同本会章程。因为申请人呢尚未持有台湾身份，暂时不予入会。但是还是与本会保持良好友谊。好，上面是以上是那个上次理事会的决议。那我们今天根据理事会的决议呢，我们今天呢来就是所谓的下一次会员大会重选会长啊。然后后来其实理事会有决定说。这一次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聚会，就是改为那个讨论，就是会长如何产生这样子，然后就是说，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时间到了，因为林会长任期到现在已经第六年，好，到三月二十九第六年这样，对，然后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就是说，本来是说这次聚会要重选，但是这个后来理事会觉得说，因为还是有其他不同样的声音哈，啊，所以就是说这一次我们今天大家来是来讨论，就是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我问一下哈。在现场有人愿意出来当会长的请举手。好，应该我因为我私下问过大家，大家都没有这个想法，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会长要如何产生，好，我今天就是我们聚会来讨论这个事情的，今天主要是来要来讨论这一个以后我们会长如何产生，因为大家都没有人愿意当会长的话，好，那是抽签还是说我们依照年龄来，还是说要依照什么这样子？那大家今天有个共识，那大家依照这个共识来产生我们的新会长这样子。以年轻人为主。啊，以年轻人为主。那标准是什么？我是认为说，下一次如果说要选一个会长，可以大家就是写一个名字，然后就看谁比较多，就是谁。OK。投票，因为没有人讲实在话，你委屈我们就会讲啊，做的就是做这个会长，没有错，没有人要做啦。是，没有错。那我是认为真的没有人做，我就用选票，然后选一个人出来。那讲实在话，我是觉得说，既然选掉就做，那大家心里要好这样子。那不管是谁被选到就谁做。那我是认为两年就换一个人。这样比较好，大家都有机会。就是要改不连任，对不对？不连任，我觉得。麦克风。
用掉。好好好。接着会长做完了，副会长接，副会长接了以后也有一个副会长，下次副会长再接。哦，那一般就是看你是要下一届，就是说会长，哦，也是可以这样的，也是可以。这个就是说，你今天是会长，就不连任，一任两期，然后不连任。连任，但是呢，就是说副会长做备胎，如果会长下台，不是讲。好的，就会长错了，错了，他还有一个副会长，是是是是还有下一个会长，还有个副会长，一直是用副会长来接。衔接啊。我们所谓的副会长就变成以后的下一个当来下一个当来的 OK 好那刚刚对这个想法有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好的请举手。哇，觉得好的举手。好，那我们以后就是那个副会长，就是下一届，我们就下一届的社长当选人啦。好，这样说应该是比较正确吧。好，那现在的副会长是谁？现在是那你是接任的吗？对对对对对 ，OK OK， 那这是很好的一个。由会长提名一个副会长，他觉得可以，好。不是，我是他现在当会长，那他现在是会长接任会长。对，那我们只要选副会长就可以了。对啊，没有，应该会有由会长应该由会长去提名，不是我们来，由会长提名，然后大家觉得没有意义，那就是好了嘛。哦，对对对，就是会长由那个。对呀，你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选总统，那副总统都是总统提名的嘛。那就是那个那会长什么时候就任呢？现在。好好好。刚好刚好，刚好六月一号哈，我是想说，我们就是今天好六月一号，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每两年的六月一号？就换新会，就是副会长当主席，要看他是不是不一定啊，两年之后再继任也可以。对啊，就是可以连任。可以，对啊，应该可以连任，不连也可以，一连也可以的。好 ，OK， 好，不连的话就副会长上来当会长。两年当一次而已啊。对啊，对 ，OK， 好。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上一次哈，我们我来当会长啊，那个我不是会长。真的有时候是好像没有开会，而且哦，就是在我的餐厅啊，明天你来当会长，其实那时候也没有问我的意思哦，就把我推上去了。我那是有投票的，有投票哦，好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真的哦，我也是很喜欢哦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真的。以我现在的那个各方面哦，真的是资质都还不够，所以哦，这一次哦，我们来请我们那个林宏哦来当会长哦，这个是大家的希望啦哦，因为那个林宏兄他在这里事业也有成，各方面都很有成就。那我们现在哦是那以我来讲，我什么都没有啦，所以哦以林宏兄来当我们。会长哦是比较适任的，因为毕竟哦，我本身哦各方面都很忙，有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又不能参与，各方面的那个又不太适合，本身又是吃素的，那只要又吃素的这样，跟大家那吃荤的在一起哦，在那个荤的餐厅里面呢，好像也不太那个没关系啦，佛祖心中有。对啊，所以哦，那这一次哦我。其实我很早就希望说哈，我们的会长哦能来，林宏兄来担任啊。但林宏兄哦一直在推卸，一直在推卸。今天有这个机会哦，借着我们哦来吃粽子哦，端午节的时间，大家能来哈，我们乌拉圭的侨民能来这里聚会啊，二来也是来顺便哦
来产生一个会长的的机制出来。那我还是希望说哈，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们今天的开会也希望我们的那个阿根廷的侨委他也能来认同哦，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会长就由我们的那个群里来当会长哦，啊看以后怎么样的来运作哦，也是我听我们会长的意思，看以后我们的布拉圭要怎么运作，那大家能更团结。好，我希望说我们布拉圭哦才几个亿，刚才来的时候哎，哪一个是会长还不认识，哪一个是什么都不认识，这个是也是很抱歉，为什么大家很少在聚会啊？所以也希望说有机会哦，大家台湾人哦很少在这里的，真的很少很少，以全世界来讲哦，布拉圭人台湾人是最少的。那我们能有这个机会，大家相聚在一起哦，来聊聊天啊，泡泡茶啊，那顺便这个平农也是从台湾带粽子来哦，请大家来吃粽子嘛，这个是很温馨啊，真的是觉得很温馨的一件事情哦。那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一次的会长就请平农兄来担任啊，看大家对啊，因为刚才都一致通过了嘛哈，那看以后我们要怎么去运作。我们的乌拉圭，我们每一位的台湾侨民哦，大家哦在路上哦，人认哎见到说啊王某某还有谁啊哦，大家都很亲哦，大家一家亲嘛哦，就这样子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会重复一次，重复一次，那个就是说我们的决议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副会长就是当然的下届会长，然后呢可以会长可以连选连任，好，然后我们每年每两年的6月1号就是那个会长的选举日，是不是还是就职日？用那个什么假日？假日不一定就6月1号。好，那我们就6月的第一个星期。哎，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好，两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天跟大家来，对对，到时候投票，就是六月的第一个假期啊，好，然后呢，现在就是，那如果现在那个徐部长现在是会长的话，那你要是下一届的会长，那你要提名谁来当副会长？好，那好，那我们副会长提名人是那个王志伟先生哈，那大家觉得如何？如果觉得，那我们先请那个王志伟先生为下一届的那个副会长哈。好，那那个，没有其他那个，你明明知道对方，没关系。好，那那个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收钱哈，我们的会长城是有一个50块美金的那个会费，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财务，不用了。哎 ，OK， 好，那就改为不收会费嘛。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谁有投票权的问题，如果不收费的话，就是会员啊，就是会员就有投票权。OK， 好。前我们上一次有这样，我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认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族群在里面，因为大部分我们台湾人就有在这个族群里面吗？基本上我能找的都进来了，对对对，然后大家也都会把一些还没进来的拉进来。对，那这个族群里面是我们台湾的台湾人的一个族群呢，还是我们上位一个族群？台湾目前是台湾人，对，目前是台湾，所有的台湾人，广义的，我们广义接纳。我觉得是，凡是中华民国的在乌拉圭的侨民，是全部都是会员。我们其实章程里面有，哎，其实我们章程里面有，就是投票的问题啊。对对对，两个都是会员。好，这样也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人不多啊。OK OK， 好，还要做生意的才是。对啊，对对对 ，OK 好。那那个再来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那就我们不需要财务长啊，就不选财务长。OK 好，那再来至少我这两个不用。OK 好，那那个。好，那我们那个再来就是那个理事要不要重选？理事才刚选而已。对，好，那我们理事就是我们11届的理事，就是下一届的，对，就是所以12届的理事一样。对对。好 ，OK， 好，就连任嘛。然后那个监事长，
一直想要大家投票，大家提名，大家投票，一直想是独立。我提王教授当监事的。好。好。谢谢。就是你自己排的才当监事的。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完成。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临时动议呢？哎，这就是请说。我有一个请求。啊，请说。自我介绍一下。哦，好好好。来，拜读一点，来请。简介一下，只是两公票。啊，先介绍，好了，好，连岁最大的。好，谢谢诸位啊。这个各位乡亲，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容易啊。我们非常感谢会长，两位会长还有秘书长，很热心的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啊。那现在大事圆满了啊，都选出来了啊。那么我呢，就是姓王。大家都认识嘛，这么多年了，大家很少不认识啊。王明鹏啊，那个鹏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平凡的凡，那个字不太好认啊。王明鹏就是这样，在台湾是教书的啊，来到这边也有三十几年了吧，做一点小生意，现在是退休了啊，养老啊，但是呢，这个。总是觉得啊，我们人在海外，心里还是想着我们自己的国家啊。刚才唱国歌，心里有点感动。为什么？我们这面国旗是多少人的鲜血把它染红的，我们要珍惜，真的。想想现在我们这国家自己目前遭遇到这么多的困扰，我们这个国歌希望能够永远能够唱下去。这是我真的心里在想，是不是能够继续一直唱下去？我们希望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这个国旗，让我们的国歌，能够世世代代的唱下去。好，谢谢。下一位。各位乡亲，大家好。本人比较不会讲话了，但是听到王教授哦，王大哥啊、哦，刚才那那段话真的很感动啊、哦。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都要感谢我们有心人的一个促成，让今天的这个大会能够成立，能够在这边、哦、大家相聚在一起。那也感谢啊，许明宏会长能够提供这个。很好的地方给大家能够在这边相聚在一起、哦、那也感谢乡亲们今天的、哦、踊跃的参加，能够这个大会能够 成功、哦、那今天我要来的时候还要在担心说店里的、哦、忙不过来，那蔡太说没关系啊，因为我大家难得能够再聚在一起、哦、啊，趁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他也推着啊，本人能够来参加这个啊这个会议哈、啊，那真的感谢大家哈、啊。那以上不太会表达哈、啊，对不起，就这样子。好，
心好像就更拉近了，然后今天又唱那个国歌，真的快要掉眼泪了。刚才又听那个我们监事长他讲那一席话哈，真的是很感动，看到这一面国旗，真的我们是要很珍惜。然后就是我们在乌拉圭这边，我们台湾人就本来就很少，那希望以后的这个聚会，大家能够更踊跃的参加，把今天没有来参加的人呢，大家都带过来，对，都把他们邀请过来。啊，今天的真的这个聚会，真的我觉得这个大家的心都真的比以前啊，就好像更凝聚了。这一点后续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今天我们你看选这个会长，还有这个监事。都一下子的时间而已，就代表说我们的心哈，真的是大家都是在一起的。那我来介绍我自己，我本身姓刘，叫婉秀。那这个婉也是很少人有，就樱桃小丸子的婉。你哪在讲？因为要丸的丸。讲丸哎呀，吃丸子哈，圆满，就是丸那个圆满的意思啊。所以我把这感谢我爸爸也给我取这个名，让咱在不圆满的人生当中，要体会怎么样才能够去圆满。阿秀是一个玉字旁的那个秀，好，这是我的名。啊，王先生是林先生，感谢各位。祝你今天要驯服。帮我们做这个场地的，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没什么，我是在做乌拉圭做那个编织工坊，已经算第二代了，是爸爸创业。以后有什么事情，尽量找我。徐日月明道德德，今天非常高兴的大家台湾所有的侨胞能聚集在一起，这个机我来30年了，真的这种机会真的微乎其少。那我是做传入补给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互相联系都联络，能帮得上忙就会尽量帮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姓苏，我的名字是品仲，都是美国农村广播站的。往前走一点，往前走一点。哦，前走一点，前面一点。我的中文是很不好，因为我是在巴西出生的，我不怎么会讲中文，台语也是不太好。那这样子，谢谢明宏，这样子请大家来这边，好，谢谢。乡亲大家好，我姓杨的哈，那我的名字大概比较出名，台湾头到台湾尾大家都知道，我名字叫俊雄，就是有一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布袋戏的黄俊雄，哎，对，黄俊雄，然后还有一个影帝柯俊雄，柯俊雄，俊雄都非常出名，很高兴啊，真的今天有很多先进哦。能够安排这种聚会，让大家能够这样第一次能够这么和乐的大家在一起，没有很官方的这个形式哈，但是大家的情感交流真的很好，我们也很盼望这个将来的徐会长还有黄副会长能够我们这个活动能够这样一直持续的办下去。然后我就在办了哈，有空就到办了，再打通了另外一首。欢迎大家来听唱，好，谢谢。谢谢是我们那个理事长的弟弟啊，我今天蔡理事长的弟弟，蔡明勇，蔡明勇，我跟他今天没办法来，所以我就来这边帮他。我们乌拉圭的两个领导一下。好，谢谢。你要报告一下你们的幸福吗？交子。方方圆圆的话，也请通知，那有空也可以。
我是被驯服的那一位，我姓王，我叫王太太。开玩笑，开玩笑，应该都认识我，我叫王太太。好，那今天感谢大家哈。那还没有其他的那个就是临时动议，或者是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提议可以提出呢？好，那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那个。我们会议那个圆满完那个结束哈，那我们请那个林会长再敲钟结束，非常结束。好了，真的是今天的来聚会哈，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了哈。这次的聚会大家哈，希望下一次哈大家能更圆满哈，在一起哈，下一次由我们的徐会长哈来带领之下。相信我们乌拉圭的侨民哦，更团结哦，更和气哦。好，谢谢。好，这个找一个适当的时间，请大家到我们农场去玩一玩。哦，好的，好的。这个春天，你们安排一个适当时间，我们跟署长安排一下。好，没问题。适当的时间啊，还是我们中秋节就去您那边，可以吗？哦，可以。我们中秋节，当然可以啊，好，中秋节，好，我们到我们中秋节就到王教授的农场去办，可以吗？看天气吧。看天气。那我们挑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去啊。还是可以的。中秋节在这里办，然后再去。哦，我们再安排，请那个秘书长。分开，好，没问题。然后通知大家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大家都适合，希望能越多越好，好不好？好，没问题的啊，一千人都可以容纳。另外，就是因为有这次的机会，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互动。那下次如果说在那个小委员会的讯息上有通知什么，大家要表示意见的时候，可能就。我们现在乌拉圭哈，你看一些小孩子也是很多，所以哦，也是借这个机会，假如说，我们要跟那个侨委员会有一些的中文的一些教育的教科书啦，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些讯息的话，希望说我们这会长还有秘书长啊，你们啊可以哈来争取哈来提供教科书，对，教科书，教科书现在的问题是我之前有去。有去要，然后也有去侨胞跟阿根廷跟巴拉圭那边，巴拉圭是用买的啦，然后阿根廷这边是有人捐，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管理的地方，这个是有。那这种交割器材是从阿根廷运过来还是从哪里？可能我们输的管道阿根廷吗？对，因为本身呢，他阿根廷以前侨委员会有跟我们讲的，但是因为我们看，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因为也没有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所以对，所以我们要解决一个，就是放在谁那里比较好。那这个是谁找谁？那个阿根廷是跟谁找？也是找丁组长，丁组长吗？也是找丁组长。上回我们在北北肉里，丁组长带一组来，好像现场的人都有报道。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提议说，是不是在王教授那边，我们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大件书，就书全部在王教授那边做管理？因为我觉得王教授他们那个店的地点非常好，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说有，比如说放在某人家里好了，我家里就没人啊。人家借要还或者是说要做什么的动作的话，我们都
没有办法那个，我不知道说王教授这边，这个我们在私底下商量。哦 ，OK， 好好好好。我找一个地方有规定的，好不好？好，大家可以方便去。那跟王教授也不方便。对，因为我们还要整理，就是我们有什么书，然后就是有，甚至我们可以放在网站上面，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来看，你要借什么，然后什么书我们。可是这个书是送的。送的或是大家捐的。送的或大家捐的这样子，然后我的想法是把我们的所有的就是说标准的教材，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中文班，但是我们自己教也要有教材，或者我请老师来教也要有教材。那那个教材我之前，因为那时候我女儿要念小学嘛，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于阿根廷没有，我跑去巴拉圭，就跑去巴拉圭，它只有一下的没有一上，因为人够。这种教材来了这边，但是看谁要能够重点谁就好了。对，但是这样就死掉了。比如说，就是我本来要有一个同意。对，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我小孩子大了，我这个书不用了，那我们是不是丢掉？如果家里不大了，可能就丢掉，那就可惜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你拿送给谁都没有关系，只是说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栏上面说，看我这个书看谁需要。就可以也可以，也可以，是不是这样子？也可以。那因为比如说，因为你一本书拿去那么久的时间，是怎么管理也很难管理的。对，我知道。那比如说好了，我在 LINE 上面 po， 然后呢，没有人要，那怎么办？我可能就丢掉了，你知道吗？丢掉很可惜的，因为我其实一直有发生这种情形，我也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把它打包装行李箱，就放在明德家。明德家有好多行李箱。那有时候有些东西变成这样，你丢也觉得可惜。所以我是想说，最好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让大家，我今天不看了，我就把它捐回去。中文书，做了中文书捐回去，然后在那边统一，大家要借的借，然后要还的还，或者是要怎么样都可以，这样。我觉得这样还不会可惜，因为我们都是千辛万苦弄过来。对，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这样会比较好。这样，你找一个地方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多书不一定是小孩子看的，还是大人的。我找一个地方，对，比如在办公室，连办公室是也可以，就是一个地方放书的地方，对，那就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个时候，对，这样就可以了，对，他也不用，我是觉得书籍也不用太复杂，你就我这个房间这个书柜全部到你要借的人进来看一看，他拿走就拿走，然后有人要捐就拿来这边放，我觉得应该不要太详细了，我觉得太详细可能也有管理上的问题，干脆就是不要管理。办公室好像我多读一点书，不然哪张我就放到我的位置了。我们还有很多大人的书啊，是小孩子的，我们拿出了捐资，进去就拿去看，这样子。对，你像我人家捐巴拉圭那边有一个信徒捐了一整套那个佛光大藏经，然后但是我没地方放，我真的没地方，我不敢去拿回来，我每次只能拿几本。这样的，那如果说我们这边有地方放，我就可以整套拿过来，就放到那边，就可以有地方放，就把它这样会好一点。对，这我们书太多了，我准备一下，对，准备好以后我会通知大家。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如果没有，我们就谁？还有谁？没有 ，OK， 好，那我们。会议就结束啦，圆满结束。好，谢谢大家。